Peter 的科学研究室，这是我的小助理，这是我的妹妹，叫做 Oster。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她的牙齿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从头到脚画凿的大嘴巴来分享。请大家一定要安安静静的看，谢谢你，谢谢合作。我好好吃哟，我应该不会有翅膀。我要说一个非常软又非常硬的东西。故事给大家听，在你什么东西都不吃的时候，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会紧紧地闭着。但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，笑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像窗户一样，开开关关的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答对了，这要不要猜一猜呢？算了，还是跟着我们讲好了。答，就是嘴巴。答对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嘴巴。我正要吃午餐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其实我已经吃好了，其实我已经吃好了。嘴巴里有我们身体中最坚硬的构造，它把我们送进嘴巴里的食物分成小块再嚼碎，它就是牙齿。牙齿有分很多种类哦，你看哦，来，小助理张开，你看哦，这里是它的牙齿，不过它才三岁，所以有20颗牙齿，要不要数一数？我们一起来数。先数下巴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十八、十九、20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助理的牙齿啊？接下来呢，它就是牙齿，牙齿像在地上的木桩一样，如果地面震动或者木桩上裂个缝，木桩就可能会颠倒。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发生，牙齿有非常坚固的构造。珐琅质是我们牙齿最表面的部分，也是我身体中最坚硬的部分。象牙齿叫黄色，比珐琅质稍微软一点。牙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小助理的牙龈。我看呢，他的牙龈，这是他的牙龈，他的都是乳牙，是他20颗。要不要看我的牙齿？掉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不过我现在搞不清楚我有几个牙齿。我看呢，牙龈这边。还有牙管，你们看呢？这边还有牙根，牢牢的稳定在牙床上。神经，也就是说，神经就是这个。不是下个牙。水吧，牙髓就是这个。
有很多细细的神经跟血管，与构造牙床牙床的齿槽骨相通。什么事啊，小助理？就是那个盖子不要让我们给吓着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我要跟大家演，跟大家讲一下哦。这个，我们刚出生的时候，通常嘴巴里一颗牙齿都没有。不过有些人有，不过很快就掉了。大约在八个月后，我们下牙床才会出两颗牙。也就是最早的乳牙，到了三岁左右，20颗乳牙就差不多都长出来了。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，这些乳牙没多久会全部被换掉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和脸的骨骼都长大了，需要一副新的牙齿来配合。刚出生的时候零颗牙，好，我考大家，零加零等于几？三，你问我小助理他。我刚跟他讲一个秘密。一加一等于。他说零，跟他，挺还挺太多。我们接下来，八个月后两颗牙，妈妈，我的牙都长出来了，三岁时20颗牙齿。那我们来看看小助理的牙齿，刚刚已经数过了，有20颗牙，黑的还有舌头哦。嘿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伸出来一个长长的东西？舌头，它好像小狗的，小助理好像小狗。来，再来看哦，会全部被换掉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和脸的骨骼都长大了，刚刚我已经讲过了。我掉了一颗牙，七岁时20减1等于19颗，就是19，就等于19颗。现在牙齿现在都换完了，13岁时32颗牙。我现在有20颗牙，只是有3颗不见，所以只剩下20颗牙，21颗牙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小助理的牙。我看看哦。算过了，不用算了。哦，你们看到？肥嫩的东西，哎，算一下。你们看到一个东西，很好玩的东西在跳动。我，那就是他的喉咙，他通往这边，怎么讲？然后这边是胃，还会消化。然后这边大肠，这边小肠。然后大肠会从这边讲，会从这边讲。如果要尿到这样，这一副新牙，如果有32颗。会和我们一辈子生活一起，如果这些牙掉了也不会再长出新的牙齿，所以要好好保护它。别忘了我们身体里最坚的部分，牙齿会产生蠕动，如果你忘了这一点，说不定会有大麻烦。很久以前的人就知道牙齿有问题是很痛苦的，几千年前，其实几亿年前，不是几千，它是的埃及的古埃及人有象形文字记载下，哇，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。牙齿是如何蛀掉的呢？哇，食物残渣留在嘴巴里的，食物粘在牙齿上，终于出现一个洞了，咔嚓咔嚓，牙齿开始烂了。其实啊，这个叫做蛀牙虫，所以每天要好好刷牙哦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，否则也不要蛀掉哦，也不要吃糖，也不要。像我没有蛀牙，可是也
有蛀牙，我们来看看小助理的牙。看，把舌头放进去了，小助理。有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有20颗牙齿，他都没蛀牙，你看，张大一点呐、看到都没有蛀牙，都白白的，真的有点黄黄的。妈妈哥哥话，你们看哦。如果你非常幸运，牙齿都平安无事，那我们一起来吃个午餐。我们把食物送进嘴巴里的那一瞬间，牙齿就忙个不停。来吧，开始吃吧。我是门牙，我像一把剪刀，可以把小黄瓜切成小块，再往里面送。我们来看看小助理的门牙吧，小助理。这是他的门牙，你看，一颗两颗，阿哥，一颗两颗。我来看看我爸的，不过，我要先看一下我爸的，因为我爸只有一颗门牙。说得很对。我是犬牙，我像牛。排刀一样，男角的肉就交给我，咔嚓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助理的牙，来看看吧。你们看哦，舌头缩回去，看到这个门牙，这个犬牙，有人称它为虎牙，看这哦。小锯齿，我像石锯一样能把食物捣碎，咚咚咚。我们来看看小锯齿，很脏，超大声叫啊！我们来看看这里，我的小助理就20颗，我们来数数看这边有几颗，1、2、3、4、5、16，有16颗牙齿。我妹却只有下排10颗，最少有6颗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这是大犬齿，像石磨一样，可以把食物磨得很细，这样食物才能吞进喉咙里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助理的大犬齿吧。来，小助理啊！看，大犬齿，还是打妈妈了啦。好了，就为大家介绍吧。好，小助理，你可以去找你妈了，再见。谢谢。坚硬的牙齿可以让我们把食物撕开、捣碎，柔软的舌头则让我们能够品尝食物的味道，并且把好吃的食物送到肚子里去。如果你知道舌头一天中有多忙碌，一定会吓一大跳。第一集的第二集，抓娃录。我遇到的科学研究是，继续来演奏第二集。